Hello， 小伙伴们，欢迎收看 Dear Moon TV。 天气越来越冷，大家都注意保暖了吗？ Costco 的冬季好物也有很多，赶紧跟君君一起看看吧。视频开始前，请点击红色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，点击右下方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更新啦。新西兰春羊草饲羊肉套装 9.63 磅，来自新西兰的100%草饲羊，自由放养，无激素。春羊指的是年龄为3到5个月之间的羔羊，前只能在网上购买，冷冻运输，无运费。礼盒里包括一份无骨羊腿、4套法式羊排和8块羊排骨，总重量9.63磅。冬天在家里暖暖乎乎的吃个涮羊肉、烤个小羊排、炖个羊排骨汤，真是妥妥的幸福。钻石松露巧克力礼盒，巧克力常有，但是这种钻石形状的巧克力还是第一次见，真是满满的节日气氛。按照犹太节食传统制作，一份3盒，每盒里边有15颗棱角分明的钻石巧克力。深色的是牛奶松露巧克力，味道香浓，浅色的是半甜松露巧克力，适合不喜欢吃太甜的小伙伴，可以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分享。星巴克有机冬日混合咖啡，中度烘焙的阿拉比卡咖啡豆，从磨豆子就开始是一种享受。泡好的咖啡味道香浓，飘满整个房间，喝起来感觉酸度较低，口感丰富而顺滑。只有每年冬天才会上架，现在还打折，便宜了6美元，值得买哦。超宽加重电热毯，对于一到冬天就手脚冰冷的小伙伴来说，电热毯这个大救星值得拥有。这款电热毯拥有20×24英寸的超宽尺寸，重量3.5磅，华氏105到140之间的6档温度可调，微绒面料可机洗，还有120分钟自动关机功能。智能温控保温杯，寒冷的冬天就要喝热饮，咖啡、茶都要暖乎乎的送到嘴里才开心。但是很多小伙伴往往在冲了一杯热饮以后，只喝一小口就开始工作或学习，再想喝的时候已经凉了。这款智能保温杯能够精确设定温度，从华氏120度到145度，让热饮一直保持在你感觉入口舒服温暖的温度上。唯一的缺点是只能手洗，当然价格略有小贵，大家觉得呢？目前 Costco 官网已经断货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店里碰碰运气。120小时2加仑超声波香薰冷暖喷雾加湿器，冬天干燥的空气容易刺激鼻子和咽喉，皮肤也容易感觉不太舒服。使用加湿器保持家里的湿度在40%到50%之间，不仅可以减缓种种不适，还会让人感觉更暖和，意味着你可以少开一点暖气，节省开支。这款加湿器采用超声波技术，2加仑的大水箱，3档喷雾速度，冷暖水雾可调，超静音，非常适合中型到大型房间使用，还有独特的防霉菌技术，不用担心清理困难。脚部保暖毯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或者壁炉边读书的时候，有这个脚带保暖真是再幸福不过了。100%涤纶材质，看起来很像羊毛质地，摸起来又有点像天鹅绒的质地，冷水机洗，低温烘干，盖起来不会热到满腿大汗，完美保护你的腿和脚。抗霜冻汽车玻璃和后视镜罩2个装，非常容易安装，适合大多数轿车、卡车、 SUV 和小型货车。天冷的时候能防止玻璃结霜，天气不冷的时候也可以防止树叶掉进车前面的盖子里，再也不用花时间暖车除雾或者用手擦了。滑雪头盔带 MIPS 大脑保护功能，冬天也是滑雪的旺季， Costco 有很多物美价廉的滑雪装备，这款头盔内置 MIPS 大脑保护系统，3级通风系统，可移动耳垫，可以兼容所有护目镜，但是尺寸有点偏小，可以选择比实际尺寸大一号的头盔。红色滑雪护目镜，有机硅胶内衬皮带，红色镜片100%防紫外线，可以减少眩光，护眼睛免受强烈阳光的伤害。阴天或者光线不足的时候，还可以更换增光镜片，防刮花、防雾，视野超宽，透过镜片看山顶和远近都不失真，更换镜片也非常容易。好啦，今天的 Costco 冬季好物就分享到这里，大家还有什么推荐和发现，欢迎下方留言告诉我们。喜欢本期视频请点赞分享，更多实用有趣的北美内容等你来看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